哦，好啊，好了，我学的是左边，踩东西有几率双倍。哦，那是右边。哦，雷雨也赶不上，那个可就是恶！你之后踩路边的会是最好的啊，就是都是金色星星。我知道啊，我都捡那个啊，然后都是三个金色星星。哎，不是，怎么了？洗到了是不是？对，赚了赚了赚了赚赚，同时拿两颗，赚到哦，喽！碎哦，碎而且我还是不哟！约而同同时按下对啊，去，我就想说路过看一下捡一下，然后他就嘿，两根手上同时拿了这个，同时赞拿着哦，一块一晃出来，好爽哦！爽。啊，我把任务洗掉了，没接到。阿你阿伟，是不是又劈到了？又劈到了吗？没有，没看起来没事。四个人，每个人选一种最划算。我就是不知道他那个选到底是怎样算，因为你看他有一些是，像是什么你种植的作物加速啊是怎样？是你去播种的那个人算才有吗？就是搞不清楚啊。嗯呢、啊，没有，等下东西收成，就路边的东西，莓果那个，你去摸摸看。还没吧？你不知道下一阶才有。嗯，我现在是收集者啊，就是哦，采要双倍，集有双倍啊。几率双倍。哎，我是今天可以领还是明天？好像是明天。那我的卡加载了，我想要重登。暴击加15%，再是特技冷却时间减一半，然后再是暴击直接砍杀。暴击直接砍杀听起来很猛，可是我对就啊，从来如果没成配功暴击过几率啊！对，我也没有用过那一个，啊，都另是外一个用就加是伤害的。攻击加10%，然后另外是加15 HP，然后下一阶就是我攻正击在再卡加15%，，OK。或更高伤害。然后另外一个是生命加25。当坦呐、啊，哎、欸，潘尼嘞，我刚在聊天。班尼。哦，你在这里呀、啊？刚冲出去哦，原来是他哦！我刚刚画面是在看那个啦，攻略，技能攻略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用诶！什么有用？我一次捡到两个棒，棒，好太棒，棒了，哦，棒棒哦，棒棒，好棒棒，真的是捡到棒棒！好棒棒，哦，现在有三个棒棒棒。哇，棒棒棒。两个采集元气在一起，就变六个棒棒棒。像有点萌萌。依照 ready 的丢向自己最高的技能来算，哦，哦，明天才会好，好不？那我就翻绿色喽，好不？拜不。拜不。而且你是不是一直都没有去？给矿洞那边的蟹龙放饵啊，对，还用理直因为我气很少壮，去那边，对，因为很少走去那边。对，怎样？没有乐事儿。回归老本行，穷了就要开始回归老本行。没有这么多人，哪里很多人？哈基旁边多了一个老头。老意思？头。可是你这样就看不出来你是花野菜了。哎、欸，采收前当然要做好那个包装啊！你在干什么？
花椰菜也是会那个呢，冻伤还是什么的呢？你看，我要准备。你再这样，我要带那个西瓜什么的了哦。嗯，你看我头上就绿意盎然，上面一点红。你老公爆冲在我旁边想抽烟。这边禁烟哦，不好意思。在哪里啊？海边啊。边下雨还可以抽烟。他下雨天都跑去海边。不是采了才包装去卖吗？啊，对啊，现在要包装啦。哇！为什么不把那个矮人卷轴什么的卖掉啊？留那么多的干嘛？他可能是要跟地精波感情啊，也可以用那个矮人卷轴啊。哦。都是通通卖掉。为什么是有一个枯掉的？被雷劈啊？是吗？是啊，我会骗你吗？好可怜哦。偷摸他鸡。我说哈基啦，好可怜哦。好可怜哦。你的田又劈了一块。唉，努力了啦，不要生气啊！沙漠那边也可以砍树桶哦。沙漠可以吗？有啊，有椰子树啊。嗯。没有吗？你要花500块去砍树。没有椰子树吧？椰子不是掉在地上吗？我怎么记得可以砍呢、啊？是吗？没什么印象。啊！不掉了，不掉了！外面哦，对，打雷会把那个地板打下来。你说瓷砖哦？对，那个石头路。然后我自己那边也是，就是打雷，然后我就走一走，然后想说，为什么捡到那个石，就是石头地板？我的蝙蝠翅膀要留。蝙蝠翅膀是做那个的。做避雷针的。嗯。矿井发。蝙蝠很乖的。好多万象星球，超像火影忍者招式技能名称。万象、那个哈基，你种的那个树长大了。我种的那个树长大了。嗯，你新种的那一批树长大了一个。全长大了吗？嗯，没有，只有一个。啊，那个箱子里有一个多的那个，你拿去装。有两个。那装起来，装起来。沙漠缺树别砍了吧，啊，会长啊，不用怕、啊。这种树都得砍啊，反正野外它长起来速度都很快。它长得比我们人工的还快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它比我们家里面种的快多，而它会在原位再长出来。嗯。哦，是你啊！阿里北湖啊，我来啊！来留最后一个，乖乖乖，来倒马鸡。大力，阿和我来。来。晚安，晚安。诶，外人呢？我怎么出去？你的人呢？右边往上，右边往上推，右边往上，我都是这样的，一直往上挤。阿里郎哎，干，我走这边，走不出去。我迷失在森林里。真的。
接揠苗助长。累了，想睡觉了。真的假的？你要想，我可是早上四点就起来玩的。还是说玩到等一下这天结束？好啊。呀，有没有树树让我砍呢、啊？没有树树了。啊，可是这样你们要提醒我，明天上线的时候要去拿那个树树。搞高。搞高。你看，你看，又掉下来了。又掉了一片。就打完雷就一直掉呢。嗯？我没看到呢。我捡起来了。它就是其中一片会被打掉，然后掉在地上。然后要巡视哎、欸，天哪！还好，反正就走在路上，就是你捡到。我比较怕那个雷，等下打一打，如果打到古怪中，就哭。打在 NPC 身上。打我吧！不要打古怪中，打我吧！你今天有人去看鸡吗？没有。有。哦有。鸡现在你要看哪里？鸡已经睡着了。那就可以去睡觉了。谁在喷东西？可恶！我卸妆。没有，那个是保湿，就是那种保湿的水。皮肤太干了。啊！又一个被劈掉了。被劈掉，什么被劈掉？哦，你说菜啊？哦，我不要看。不要难过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木头快好了。四点不是刚睡？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就是开完台，然后想说，我要去睡觉喽。然后我两点醒来一次，然后四点又醒来一次，就是打算不睡了。四点是因为外面雨下太大了。哇，那种直接打在你那个墙壁上的那种，就是突然雨就下超大声，然后我就起来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那时候就在玩，然后想说，我妈玩到去买早餐好了，然后玩发现哎六点，然后六点我妈没去上班，想再玩一点点好了，下一次再看时间的时候就九点了，就在想九点了就等吃午餐好了，对，在看的时候就已经下午一点。就是精神时光，然后一点我就没有出门，我就叫了麦当劳。神经时光屋，我回来啦！神经时光啦！神经时光，神经。对啊，然后神经买了麦当当，然后买那个红堡，觉得普通。是啊。嗯。没什么味道，还是嗯。就对，就是没什么味道。哎呦，我怎么捡到了？然后就顺便买他的那个、啊，那不是有什么摇摇的那个吗？我觉得粉的味道还可以，可是他的那个鸡排还是。谁没睡？我觉得那个很好吃哎、欸。可是我觉得鸡排肉。等一下，我在地上捡到很多瓷砖。等一下。不会，他明天不会不见啊。他还会在那边。然后下午还被吵，对，下午还被吵醒。最生气就是我想说两点多吃完东西，然后去睡一下好了。然后睡到四点左右吧，我睡着大概应该已经快三点。然后四点多，晶晶就打电话说：“我靠，你家怎样？”晶晶就打电话说：“哎、欸，台主，你赶快去看汤介，说他有急事，你赶快去看Ben群。”而且还跟我说是急事。急事，嗯。超不爽呀！ Yeah, 有关台咯，我还想说是有人吵架了还是干嘛？我去看，然后一打开，然后看到那边哦，战斗专精史莱姆鸭蛋器哦，算有加五生命值，粉加进薯条里面，那个粉感觉就真的蛮好吃的。等待其他玩家，谁还没抽跑哦。先别关了、
叮，啊，可以滚，可以回。咦，对，然后我现在看到那个时候，我就觉得超不爽。然后我就讲完说我很不爽，然后我就去继续睡，睡到五点起来吃饭。哇，好啦，关喽关喽，关了关了。我下午那时候是真的很生气。